价格最有竞争力的 PTT， 没有对手，没有敌人哈，他真的是找不到对手，也没有竞品可言啊，找不到他的竞争产品。这一点呢，精彩可期的产品呢，就在今天在这边为大家做 4K 的直播测试。当然了，我们在处理这些测试的时候呢，都有一些就是说自己的一个原则哈，那希望就是能够把它做到，原则上哈公平哈，啊不要有太大的偏颇，那尽可能的真实的呈现，而不要有过度的包装。真实呈现才是王道的。那我希望有 4K 哈，然后你再把我账号给断了，我无所谓哈。你断了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。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很奇怪的 iPhone 哈，完完全全就是处于一个很不 OK 的状态，很不自然的状态，很不听话的状态，很不好用的状态。iPhone 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不说哈，就是因为造成的失误呢，也都是让你难以想象的。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它都是大卖钱哈，它买的很多。啊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，但是它绝对不是好的东西啊，比它好的东西太多了，它甚至于全世界好手机里头哈，它排不上硬体规格，它排不上前十名，性能呢排不上前十名，比它好的东西太多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形势比人强哈，来自于阿美利坚哈 ，America， 然后呢啊很会行销，很会包装的一家公司。包的不要不好用的状态，来吧。发生错误，重新载。很不好用的状态 ，iPhone。我的天哪，我只要骂 iPhone 就会发生错误了哈。很不好用的状态 ，iPhone。我再试试看哈，这个 4K 的直播会不会成功呢 ？4K 的直播会不会成功？哈。Oh shit！ 再次啊，4K 的直播，现在是在做 4K 的直播，然后顺便让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，在这个我们这个叫做 PTT 机器人的运作哈，能不能正常？然后 4K 呢，能不能出现啊？这就是 iPhone 各位，他在看直播就会这样子。没有正常过的啦，哎，就很难正常就对了。哎呀，谁能告诉我你们现在看得到 4K 吗？爬小扣，你现在有 4K 吗？我现在这个 iPhone 连播都有问题，连播都有问题。有 4K 吗？那我接下来要试两种，两种的这个直播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子母画面一下哈，看一下我们的子母画面，然后顺便做远距离直播测试。好，让你们看一下子母画面啊产生的效果，就是一个机器人能做什么。好嘞，皆さん，这个呢是一个追踪的概念啊，让你能够追，可以压追再追，好，压追再追，啊，现在没有再追了啊。那这个有 4K 的版本，可是 4K 版本我没有认真推，因为画质差不多啊。他们要追再追哈，要追再追。然后
这个我是采取倒吊的方式运作，不能骂哈，骂了他就骂了他就不给播 ，iPhone 你骂了他就不播，这个不给骂，哎，但是着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难用哈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哎，我现在没有骂你哈，啊，有没有 4K 呢？帮个忙哈，让我知道一下。还是断断续续，如果断断续续，我就把 4K 给关了，就不玩了，不玩 4K 哈。有没有 4K 呢？哈，有没有 4K 帮我 key 一下，确认一下有没有 4K。那这一支装备呢？我们目前用的是它的 2K 版本，然后收音呢？用它本身的 OBS 不得 Tiny 正在播哦，有2160哈，张子阳顺吗？哎、欸，那个张子阳，你听说在卖房子哦？最近都有看那个电视广告哈，那张子阳的家有没有？哦不是，他是姜子阳，抱歉，我听到你的名字哦，我都隐隐约觉得你在卖房子，哎，就是什么张子阳还姜子阳啊哈，啊这个是他现在的一个运作模式。那、啊、我们再来把声音改一下哈，来做一下远距离的收音。厉害啦，我同时收音同时监听，也没有说多了不起，但是就是便利，一整个便利哈，非常的便利哈，好塞雷哈，也好开心嘛哈，能够有那么多产品可以玩。那我已经不骂你了哈 ，iPhone 你让我播一下好吗？哦，让我播一下 ，iPhone 它播了呢。啊，现在呢？这是一种叫做双镜头，啊、哦，一体整合的一个做法，啊、哦，我的头自由缩放，我身体不变，哈、哦，这个做法我再把它对得更准一点点，哈、哦，对得更准一点点，啊、哦，好，我下身呢是用安卓手机，上身呢是用 OBS Boot Tiny， 然后呢，收音呢是斯马特麦克普拉斯。那接着呢，我要来个360度的一个运作引导，然后其实子画面其实可以弄大一点哈，因为那个母画面的运作呢，其实已经算是够清晰完整、够大了呀。然后我再把子画面呢、啊、调得稍微啊那么精彩一点点，靠边一点点，好、啊、让你们看一下它的运作。接下来我把高度拉高，我用的是幽蓝紫 MT49， 非常棒的一支，这个叫做单脚架。那待会要走路移动一下，看看它的效果。那我现在做的是老人瑜伽示范哈、啊，教大家做老人瑜伽。老人瑜伽，那我为什么会瑜伽呢？其实我不会，我是用嘴巴做瑜伽，用嘴走哈。好，那现在你看到的这个装备呢，就是 OBS Boot Tiny， 它呢可以让你在任何的情境下安排教学，哦，踩到槟榔。那我们呢今天示范的是老人瑜伽。那老人瑜伽怎么做呢？请你跟我这样做哈，就是，老人家嘛，血管通常比较硬啊，不要太激烈。好，我们来做老人瑜伽。啊，角度小小的就很有效果哈、啊，你就一直，啊哈哈，这样效果就会很棒。然后，好、啊，伸展，好、啊，先热身一下哈。啊我这纯粹在试音，好，韦林东，你们不要跟着学，好，全部都是屁，好，因为我什么都不懂，好，我只会韦林东，好，然后再来呢，老人瑜伽哈，瑜伽都有一招哈，就把脚哈攀在头上，哎，我做得到吗？我老讲我不知道哎，我把它攀上去好了哈，哦。我咋会啊？那也叫能 Q 啊！哦，老人瑜伽的原则就是不要勉强自己啊、哦，就是能做到哪算到哪啊！好、哦哦，
不要勉强说哦，一定要像年轻的时候，把这脚放到头后面，然后跟人家讲说多厉害哈、哦。我们再示范一次哈、哦，老人瑜伽哈、哦、的原则就是量力而为哦，不要太勉强自己啊、哦，免得爆血管哈、哦，还要叫救护车，那是在台湾很便宜哈、哦。你如果哈、哦、在国外叫救护车哈、哦，听说落赛哈、哦、叫个救护车哈、哦，什么都没做，救护车20000块台币。好来，哇、哦，啊，各位，今天学到了吗？啊，老人瑜伽呢，就是不要勉强自己啊，就是尽力而为就行了哈、啊，抬不上去。好的，哦，啊，再伸展一下。好，这个测试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帮客人哈、啊、示范的这个好、啊、瑜伽用的这个装备，让你能够轻轻松松的哈、啊，能够有个摄影师跟着你，帮你作业，帮你拍摄，帮你当摄影师。我看有好像有拉伤，这叫做不自量力啊！这个不自量力的结果呢，就是拉伤。好，各位看到这个是一个 OBS put timing put 的倒吊，那它倒吊之后呢，就可以形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装置方式。这个装置方式呢，我为了这个让你们能够看到子母画面，还有 OBS put timing 的运作成果呢，我刻意的将它做了一个叫做固定的支架，断断续续吗？奇怪嘞 ，iPhone 还是不给我播正常啊，它不给我正常播，它就是一直卡我的蛋，哈、哦，iPhone 我塞的老师哈、哦，啊，那你觉得我有说错？你可以来跟我，你 iPhone 的人到我旁边来看，我就正常操作嘛，它等一下就会热档了啦，嘿，它连让我看直播都有问题，那为什么我不留它，不拿它，它 iPhone 这么好，为什么不拿它来直播呢？他只有资格拿来看，看什么？看看直播，他拿来做直播没有资格。那我今天器材不够呢，我就临时起，因为，我其实礼拜六、礼拜天我的时间都是留给我的父母亲哈。那母亲早走，那现在父亲呢？因为这个失智症哈，现在住安养院。那因为疫情期间也不能探望，所以我突然间礼拜六、礼拜天哈，这一阵子算是空一下哈，算空一下。那当然就是行程安排在工作 ,4K 凹卡，我这个是凹卡齁，对对对。4K 凹卡。你们的顺不顺啊？我的是很惨啊，我的 iPhone 是完全不行，完全不行。我的频宽是高达了上下载800多 ,900 多，上传100多，绝对是 4K 的一个好环境，直播会有高潮的一个结果。但是显然的齁，这个 iPhone 它就没有办法给我很好的那个画质跟这个清晰度，它就是一直卡林北 Lady 卡卡卡的不要不要的。那你们播的情况怎么样？让我知道哈。我如果都一直卡，我就放弃了，待会我就把它放弃掉，改成1080。好，我现在把它改1080好了，因为我实在是得不到讯息，而且我这只 iPhone 哈让我看到我心寒哈，看到我都不想播了。那现在的收音呢是这一只叫斯马特麦克 Plus。然后 Pro Point 的这个控制的这个滑鼠，然后让我呢能够随时随地的啊、哦、轻松的驾驭这个控制的界面。好，那各位，现在我们把声音呢改成了 OBS Boot Timing 这个产品，它自己自主收音，是让你得到一个就是最简单的装载，现在只要一条线哈。哦，就是配一个蓝牙耳机，麦克风斯马特监听，它有给你耳机啊，可以监听又可以同时直播，它又可以上字幕、上 logo、有字幕画面，啊，又有摄影师在里面，这个摄影师在里面这个功能啊，我们称之为摄影师啊，甲乙丙丁的甲啊，甲乙丙丁的甲，好、啊，比赛的赛啊，这个称之为摄影师啊。甲乙丙丁的甲啊，
晒一晒啊，这个摄影师导播系统啊，啊，摄影师导播系统，这样会比较好听一点点啊。我个人觉得这样好听多了。摄影师比赛系统，不是比赛，摄影师导播系统，摄影师直接就变导播了啊。可以看到啊，就很轻轻松松的呢，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很简单的架势。那如果说不顺，我改1080，你们可以。不是很顺哈，谢谢李彦良，没问题，以后任何的直播都告诉我了哈，我马上改1080，稍等我一下哈，我稍等一下。